他比你一，他零三，本次也是这样，他忘记了。这就是个装零的，装一的零，怪话好多，而且都是困困，溜什么呀，小兰？想你念，我也想。你受不了，我夸了你。夸我。你不好一点，行不行？换 WiFi 了。换成 WiFi 了，我的手机它为什么是写的？为什么是写的？它会自己偏一点点，怪怪的。那你对我好一点。心态崩了，怎么了？晚上让好呀，下雨。学生，哎，不过我还是挺喜欢 你这么说的，至少不是说我是卖保险的，不是说我是销售了。我上次穿过一次，说我是销售前台卖保险的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放过你。发型好看，谢谢。那你对我好一点，证明一下。这个不像什么韩国女高吗？韩国女高中生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来个那那路，谢谢 JOHO 送的玫瑰花，挺女高的，哈哈。喝酒把包喝丢了，没了两个蛋，那你去找监控啊，或者说报警。你找监控了吗？看监控了吗？天津明天的去北京。不过真羡慕你可以去旅游，不要抢咱们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银派动力太坏了，怎么了？银派动力好拉呀！我无语了。但是我只要是高马尾抓的，我是谁打到的？真的高，我不高啊，我才164，164很高吗？谢谢乖乖仔送的巧克力，谢谢这一位冰美式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哎呀，我的水打到了，18号见，好的，18号见，都可以，我。化妆品钥匙不现在这我的妈呀，这感觉都不止两个戴安娜了。你报警呀，或者查监控。你要点什么歌？确实有外卖，我们都没认出来，这怎么认出来？我戴了口罩。小袋子没说谢谢。18号有什么看？手牵手看，只有手牵手看。现在哦，18号有奖励舞台，有三人的奖励舞台。感觉一个高个嗖一下就出去了，哦，太会说了。谢谢灰烬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灰烬 ，kiss kiss， 么么么。谢谢。你要点歌吗？但是我真觉得我自己不高，小鹿跟燕子比我高多呢。小鹿在跳什么？可以说吗？哎，我眼睛好干啊，美瞳戴久了。我好运，祝你好，有没有？奖励舞台，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哦，可以说吧。我以前跳过的。我已经跳过的，太甜了，我爱丹丹，天哪，突然表白，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，四个字的舞蹈，对，
我以前跳过的，但是不是手牵手的 unit， 就是特殊公演时候跳过的。啊，我眼睛好干。我没得看哭了，没事，林展，你已经看过了，你应该已经看过我跳那个。和15.8的比高，王雨辰虽然他人不在这里，但他就是永远常驻在我的直播间。大众在吃醋，我看笑了，无语死啦。努力的赚鸡腿子养他，结果却被误会，说我花心。他还给我发微信说我不守拍德，没有人再比我更守拍德了，这辈子。闭眼休息一下，闭眼播。真的脱发，我真的每天掉这么一大把头发，就是真的会掉很多头发。我就是纯情主义，不是纯情主义。哈哈，很累，眼睛很疲。对，因为我们12点就过去了，然后彩排。是的，我今天。为什么说我很高啊？是我这个脸看起来很矮吗？是我的脸，我上半身看起来我很矮吗？你也要说要开业。你的歌再放有没有？星不是星星病毒。我就手拍的，不是吗？我本来就很手拍的，没写。今天这个剧场灯光看着还不错哦。对，复盘一下。初恋小的，对，不对啊？还没点个对啊？我就是等你说呢，就是在等待。我只会副歌。等待，永久的等待。咱们要尊重星星的马卡龙。你再点一首吗？今天几号来着？15号。哎，是不是还没出啊？嗯，对呀，我就只有那几个舞台很好拆的，累了。对，谢谢何处群送的玫瑰花。今天没出吗？今天的雨用什么歌呀？神与虫吗？啊，看到了，点何曲吧，非何曲我们不是一个频道。什么何曲？说说看，哎，看我会唱什么。录播。你点云烟。看看今天的镜头怎么样？好搞笑啊！我今天那个巧克力，我打底裤露出来了，但是我当时太急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发现，笨了。奔前面不是很熟，但是也可以唱。会看我剪你的运动还没看。几步说没人知道的。当我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前面我不是很会唱这个本，要不你换一首，不然不想欠你们的麻内。录什么录吗？录你又没什么大不了，看出来。好，从肚子上。对呀，啊，这个裙子在这里，打底裤在这里。好尴尬呀，我下来。副歌我会唱，关键是那个打底裤还是黑的，裙子是白的，那露已经黑的在这儿。从想念着，终点是叹息声，离开的人打碎的声，被辜负的永恒，
我的人生无限可能，像无尽夜幕深深，或许此生只为看看能不能。好了，我这个会唱的不多，这首歌谢谢晨曦、丹溪、跪地、卢俊真送的荧光棒。你是把全家人都写在你的 ID 上了吧？一眼就看，好穿的穿到白天，西海岸叠穿，西海岸叠穿风，你懂什么、啊？还有手机壳业务吗？有啊，你干，出去，出去，把你踢出去，看不得别人说我，今天乖死了，谢谢。谢谢灰烬送的权杖，谢谢灰烬，谢谢谢谢 ，kiss kiss， 么么么，好的，记下来了。老公今天乖死了，你为什么突然叫我老公了呀？让你叫主人你不叫，现在开始叫老公了。主打的就是潮流、嗯、是的，叠穿风，人家西海岸就是这样穿的，高阶。今天镜头很多吗？玻璃系了皇上脸，谁让你说我脸上肉多？你上次进来就说我脸上肉多，这次还说我，而且我是免费踢你的，之前我踢他们我还有一个巧克力呢，我还不好意思吗？不上去，但是我很开心，就是叫我老公真的很开心。你看出了我一的潜质，这个一般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。化妆品真的还新的 AirPods 的。哎呀，我就说让你昨天别去喝酒，看吧看吧，你在车上的时候我就说让你别去别去。苏岩主任不好意思，我倒不怕。我也不怕呀，你要喊我就乖。昨天怎样的？给他点了个地扣啊。广西的西海岸、啊，我玩的就是西海岸。识人太难看了，看了五分钟就关了。对呀，真的很难的看，而且十个人跳不齐。十个人跳不起，能叫 AOP 吗？这个不知道耶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 AOP。我感觉我的一般叫老公的比较多吧。天秤系列的没有看出，我喊着文文的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面积啊？能不能给我一个面积？给我点面积吧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给我一个台阶下吧。就是想让好老公。就是、对呀、啊就是。好的，困困，你翻牌跟我说吧。就是很好讲话，而且。哄好了呀。就是很默默。因为我告诉他，我纯纯是为了赚 money， 赚就得舞台。他很理解，就是我的事业心。看到了，好像每一秒都看，因为今天只有十个人，很难不看到我吧。今天只有十个人都看不到我，那我就是我应该是十七八号位了吧。今天射的他们狗也闪瞎，对呀、啊、我差点我走位的时候他就在闪。第二的时候我给我闪瞎。对呀、啊、我是闭着眼睛跳的。我是闭着眼睛跳的，太闪了。好的老公。东也喊直播。这个我不知道耶，你要想喊可以喊，但是不知道困困会不会来揍你。看翻牌，好的，装真好混。什么叫忽悠？我花了14块钱的配送费呢，实打14块钱的配送费给他送到了家门口，全程送。好的老公全是你的镜头。真的假的？一追你就手抖。但是我今天身体有一点不舒服，就是跳的有点划水，就是没力气。
去给死死大夫好了一会儿又开始了。这什么歌呀？什么什么呀？哦，你还去给死大夫说了呀？他们好像那个是提前，就是那个程序是设定好的，好像临时改不了。谁来揍我让他困困？笑死我了。换天猴全程配，对啊，我自己都舍不得点全程配送的吃的。雨露均沾天，巧克力还露个词儿了。哦，因为脑子有点混乱，有点晕，然后我那个麦不知道为什么很小声，我自己耳返里面听到我自己唱的都很小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多，而且很多粉丝只有我一个人，就更小声了，以为没人唱的，其实我真的在用力唱了。但是巧克力我就是忘了几句词儿，就是我上去就是有一个，就是我下面我现在记得是什么词，但是我上去就突然忘了，可能还不够熟吧，昨天才学。真的太刺眼，更不看了。原来你们台下也很刺眼，我还以为就我们台上刺眼。昨天没填到。他私奔我都听过，分一口私奔还好。灰烬还点歌吗？还有。我看一下今天的镜头，说我进了很多，不是，十个人很难度多，我只能说。哦，是你在现场 get 到的？哦，我没现场听。现场好听，太绝。等一会儿有在重庆办过大行吗？好，能不能再办一场？办过。不点，没啥想听。好的。能不能再办一场？我也想看。好吧。啊，上个月我又不在重庆。盒子和小鹿面面相觑。我不敢看，我不想看我那个打底裤。我真的没脸看我那个打底裤。因为我是在后台，就是没有镜子换了，然后就直接上去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穿的什么样。大了，打底。他嫌弃的歌单。我打底裤露出来了。没有，年代不一样。你们欣赏。然后那个裙子可能腰有点大，就垮下去了，幸好没有把裙子跳掉。好尴尬呀！要是把裙子跳掉，我就穿个打底裤在那跳。还好那个。就是它卡在我胯那里那个裙子，听您说了两遍，不能说。你喜欢这个镜头？有点年代了。哇，银派动力的这个镜头比重演的要好哎，你看了吗？今天打光就觉得好，他们还说重演的会打光。指路拿什么？不会不呀。但是我感觉没有很黄。没有，比那边白多了。它不是清晰多了，清晰多了。对啊，你跟我说了，别说，我把你踢出去。四把打底裤当正常短穿，是的。但是你太拍出来的不好。小黑子出去。我也觉得他也想加我们了，今天都星期二一了。小黑吉给我出去。那个真的闪瞎我了，就是咚咚咚那个闪的我也觉得昨天会瞎的一看。真的我觉得才特别瞎了，就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确定了一下。太傻了。银派这个镜头有点重太那味儿。是吧，所以我觉得设备应该是调整。好了， CKG 要火了。今天是 JK 不是 JK 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些制服之类的。是吧，你也觉得他们很不好看。谢谢飘飘飘飘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谢谢飘飘飘飘飘飘，谢谢。公，你要听啥呀？你先问。恭喜火了，应该不知道是不是立 flag 吧，希望我不是在立 flag。 就是有点太亮了，但是确实是，
到时候到时候倒闭了不要怪我。想想不摇成名了吧。好的。好，但是我跟王下面我可以搭，就是你读哪句都在，与我无关。还有谁女歌手？你说歌名呢？你说歌名吧。歌手我谁都听，我没有专门听的。晚上好呀，五十一度。昨天坠的罪魁祸首来了，今天不连了，再连我真的第一出舞台都没有了，最佳拍档的出舞台都没了。不明显直播没看，真的，那就好。谁都听，但听跟会唱是两种东西。你先说吧。给他整手机，他每次连麦呀，昨天连麦业务。我昨天跟他，我昨天点进他电台的时候，我打字在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说怎么办？变态一样，一眼就看见。你看吧，人家都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。王雨辰没上播吧？很喜欢杨丞琳，对，我喜欢他的歌。呼吸决定，这个可以。谢谢西红柿柠檬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可以。但是这个歌有点难。李佳玉，听啊，听跟唱是一回事儿。为什么我感觉好甜啊？都是。没有，我感觉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那我放小一点，我就看一下镜头。为啥我感觉今天头发剃的挺蓬的？看完了黑色大底裤，早知道不说了，我以为你们都看见了。我今天还特意把头发弄塌了，搞半天还是我自己爆破的。我还特意弄塌，结果发现镜头里面拍成这样。我这辈子都不会。但是现在，对呀，我也觉得现在很好看。怎么那么甜？等一下，三两天就生他，而且弄头发扁扁。说的好像真爱，我对你说爱。我服了。今天有没有恋爱？是否谈了又睡？还说难以真爱，我要你现在把糗事都说出来。好难呀，这首歌。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。真的想谈恋爱了，爱就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感感觉旅行。好难呀、啊！我救命，我窒息了。Just do as you're supposed to do， 你也不用再演戏。是你的决定，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。要不你换一首，我要唱窒息了。那我十八号我感觉在唱青藏高原。
那就是青藏高原。换好，你换一首吧，不收你钱。我起高了呀，但是它不是本来就很高吗？才会请你表白，请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，听不习病例，但那决定性难不了不谈感情。你们看这首歌全是假音，也太难唱了吧。他唱不了的就可以下一首，你故意的是吧？范顿，对，范以前不火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了。有人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呀。初恋小道的奖励舞台只有一次，考试有很多。怎么了？什么考试？哦，又是一个考试，要不去考啊？考试你还是去考吧，考试这个还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有录播的嘛。行啊，唱个好转，每次都能下一首。什么鬼？我是说你让他重点一首。嗯，我发现你这个嘛，我发现你这个嘛，这个这个好像不会。抚平我忧伤恢复心情了，谢谢你。是说我不用写，重考每次直播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们别太爱我，别太爱我。傻笑就是不会，就是用微笑来掩饰尴尬。你会的歌，那我会的太多了，公告写不完。明天会，用微笑掩饰尴尬。不然哭吗？懂不懂？对呀，阿尼说的很对。阿尼太懂我了，他会为我找借口了。时间管理大师。我发现我直发只有在太巧了，红眼的时候才好看，但是在这个银泰就不好看。所以我要扎在银泰，我要扎剪发。银泰的，但你真的觉得我直发很好看？是呀，我也觉得现实看我直发好看。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几声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相片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点。也许像谁说过的疼得无言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。总之那几年旅行，那一年什么叫居然会唱？这个老歌，这个老歌还是会唱的。今天花了，我是可刮可花，华丽的山呀。点忙
不知语出那么明显，女孩统统让到一边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。你会不会跟歌老不老没有关系吧，倒也好像也是这个道理，我会的歌总是出其不意，你们觉得我不会的我就会，你们觉得我会的我好像就真不会。看歌谱会不会的歌也挺出其不意，喧闹的喜宴，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万劫篇，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，最好爱恨扯平，两不相欠，感情说成了一人衬托的一人之间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，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小天，香烟晕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哎呀，这手机越唱越歪了，下一首还没，就是有点笑得多甜，野狼 disco 你就不会？不会，但是我觉得太土了，不想唱。你打那句歌词把我土到了，就不想唱出来。但是还是没有手牵手土。手牵手，哎。我感觉他这个打光就是没有广巴那么高清，也没有重演那么糊。对他这比较中间，还是可以。因为今天我们指导了控台老师一下，被我吐到了，还是第一次别人把我吐的，一般都是我把别人吐的。谢谢 P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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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谢谢 ，kiss kiss， 听什么听什么，仔细斟酌一下，来一个无奖竞猜，看你能不能一举猜中我会不会这首歌。我今天的脸居然不肿 ，unbelievable！ 遗失的心跳，我听过，等我再听一下看看会不会。谢谢库洛米送的荧光海，镜头还有点帅帅美颜的感觉，把我大眼了，不是我错觉吧？我感觉大眼。好熟悉的名字。还是因为我今天戴了美瞳太大紫那种，对不起，大家不要抱着我，我就是考上是14.5的，但是它棕色的。哦，我好喜欢这个前奏，我听过这首歌，但我好像不会唱。今天师傅有点好看，谢谢。你好漂亮，谢谢。你为什么听过然后不唱？难道听过就会唱吗？嘿，我试一下吧。啊，总以为哭过就好，梦和现实对调。算了吧。
是父亲。是的。心跳呢？已经……哎，算了，你换一个吧。算了，对不起，尝试失败。制服群队就是一套，只能脑补一下。昨天哄好了，哄好了，怎么都来问我哄好没？错的人，错的人，主歌。这歌，这歌为什么会呢？这首歌很火吗？这歌很火吗？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太好了。DQ 道理怎么告诉我？我当时在跳舞，我当时在跳舞，我留的他的电话呀，外卖员到了会给他打电话的。会的搞个练，我说了，我会的太多了，我这个搞不完，这个公告，火吗？我咋没听过？后来等会儿可以。不会的，打出来，说的好，库洛米高情商。不，怎么可能是他的问题呢？都是我的错。嗯，后来的我们不是很熟，要不后来呢？反正能不能？就是后来的我们没有后来熟，要不后来呢？不是很熟。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。啊，我终于懂你们说的意思了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自己也醉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点都不了解。不是，我听过，我真听过，但是不熟。就是抖音啊。抖音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黑白，那种就是那种像回忆一闪而过的那种，然后配上这个后来的我们，然后我就听过这个。多点几首就了解。点了二首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刷抖音居然不发。刷抖音是刷抖音，发抖音是发抖音。你再想想呢，要不你多发几首，就是。感觉一点不可爱，受不了。以前还觉得自己有点可爱，觉得自己现在像个老阿姨，扎个头发。这个真会。我们自己都想笑。感觉自己哎，自己会的太少了。这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痛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你为你挥动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是爱着我，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，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。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。站起来看偶像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叫偏爱。这叫偏爱。
会的还是啊，谢谢谢谢，就是不会的实在太多了。其实后面这句可以不发的。和你牵手，我其实后没有你陪着我心痛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你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，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。我会放不下，我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。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。曾经完成幸福的梦在脑海里头，我多希望你还在我左右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。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。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，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。关于你我会好好过，不让这些眼泪白流。 Oh my god， 要去世了。不是不是下了，不是不是下了，就是说唱了一天了，有点着不住呢。你谁呀？谁的？好陌生。不是，今天唱的有点多，今天彩排唱了一遍，公演又唱了一遍，然后回来唱就没有什么力气了，就没有什么力气了，没有什么没气儿了，感觉。打打打，那不点休息会儿吧，明天唱，明天接着唱。看发牌，好的，唱的缺氧，唱刚刚唱到卡痰了。新的一天了，别尬别尬，放就是说让我休息一下吧。哎呀，我刚一直自己在搞。多喝热水，干完了。好的，早点休息。你看公演也辛苦啦，看翻盘没有我的翻盘，那你说个屁？怎么还看公演？不辛苦，看美女们辛苦什么？看美女们在台上玩尬的也很辛苦。丹丹好看，谢谢。为什么我们现场四天没有直播？两三天了还不？啊？你放翻牌了吗？我怎么没印象呢？等我去看看。不是，我没什么印象呢。脑子不太好使。就是有时候我就是，比如说你们说就是有时候像微信什么的那种，你脑子里可能回了，但是你手没回，这个翻牌它就更那个了，就是脑子里总感觉回了，原来没有回。我要七连霸，你这么谢你发都没发出去。人生好大，基本都没伴奏声，去了吧。他伴奏调的比较小，遗忘的不是，就是被意念回复了，家人们，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？就是我用意念回复，先回复了，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？习惯的，
跳单循环，你也回复更帅。不是，我不是，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记错。不是大家都会发几条吗？然后我就感觉我回完了，我总感觉回了那种，你懂吗？就是我感觉我上一条已经回了，然后下一条我又不知道还就是那种感觉，哎呀，说不清楚。好吧，我不解释了，打死我吧，杀了我吧。收到了，心有灵犀。你发都没发。收到了，你回的人。收到了。我连一下复刻。谢谢你第七天回复。下次七天了你一下，让你开心一下。不知道说什么。你现在是你。我是不是会有红点？我们没有红点。我们没有红点，就只有点开才知道有没有翻牌。然后今天根本不想听。别解释了，点个同城 DQ 吧。哦，你们以为你们是王雨辰吗？因为今天有公演，然后我你真好，然后我下公演我就看到了，给你享受一下，奖励你一下。你也不知道回事，你发了我就知道回事。下公演的时候是有红，我们没有红点，我们是点进去才知道有没有翻牌。主人晚安，金子辉，好的。看别人晒的图什么九九加条。对呀、啊，那是要点进去，就点进房间里面。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快捷的按键，就是不用点进房间也可以直接点。但是没有红点，但是那个也没有红点。体面人有撤回功能。好，你就是，这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。而且我什么时候，你说这是珠宝吧？我看他房间他晒的九九加的。口袋加个功能，有翻盘没回就定时播放苹果那里。我们连红点都没有，就只有自己想起的时候点进去。偶尔想起这小想干干干干的，看看什么叫偶尔想起，天天都在上班，好吧？从醒来就开始上班啦，上到现在呀。我都没有跟前辈说，前辈又回来了。Hello。是怎么做到秒回的？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直在回吧，就是他可能就没有退出那个翻牌的界面，或者说他跟某人在商量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刷新那个界面。但其实退出就是说没有红点的，九九加，都是一句话回复。哪个珠宝？还有哪个珠宝？嗯，就是那个 ID， 他说天天不腻。哇，好甜啊，好甜，好甜，甜死我了！别秀了，别晒了。二十多个打工仔仔回，我要不要？哦，我不配，我现在还不用，就是请别人帮我回。珠宝冷漠死，珠宝太忙了，你理解一下。一展歌喉，这个词儿用的好。回我一句话，你笑什么？你就给我发了一句话，我不回你一句话，我难道给你写篇作文吗？给你写个流水账吗？给你写篇日记吗？你点完了？哎呦，别晒了，别晒了，晒死我了，晒得我好痛。已经点完了。哎呀，小粉，你被严死。确实可以。不要。5块钱，就5块钱，还要我给你写篇作文，想得美。不可以吗？可以，你给我写小作文，我就给你写小作文。但是你给我一发一句话，还想我给你写小作文，想得美。就5块钱。我们是18岁的成年人。爬。学到了。你们以后给我发什么，我也说爬。不管你们发什么，我就回一个字爬。谢谢闪光里有鱼王送的蹦迪，谢谢双 Q。5块5，那也不是，那也是5块呀。看起来比作文题目写一篇，
请你出去。我长得比我十六岁小嘛，我感觉我就像十八岁的。我又不是不敢。虽然说我们早读书了，怪头怪脑的。但是咱们还是快，记得回一点。刚好就是正常大学入学。价格很友好，对呀，5块钱呀，要什么飞机呀？哎呦，快点晒，我求你，你不晒，你不晒，我看不起你。我试一下这个，这个、发不起了。我今晚发也就是高考作文，长到50写小作文吧。50，我看那些前辈进圈的前辈才50，我算什么？对啊，买个鸡腿不香吗？鸡腿有我香吗？鸡腿有我香吗？百度复制粘贴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你们拿再去百度搜一下，就知道这是百度搜的。你好凶，就这么对女粉的吗？是啊，是没有别人甜，我是这样的，我是没有别人甜。嗯，这样挺好吃的。我手会做一排小偶像里面，就我最不甜。那螺丝钉都买不起，查重率100%。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但是还挺好吃的。这样那个酱汁还挺正常的。嗯，老公。懂了，避雷了。因为冲你叫我老公。晚上好呀，我其实不需要你管。你好，阴阳怪气，是呀。跟某人学的呗。我以前可是直女，不是，我以前可是直来直去的，不知道跟某人学的，就是学的拐弯抹角。你来看我演、啊。我以前可是很直接的，我以前说话很直接的，就是有人经常阴阳我，然后我就说话就有点弯弯绕绕的。哎、为什么感觉你今晚来看我演了？你感觉被骂。我是说，我以前说话挺很直。就是因为某些人老是阴阳怪气，然后我就学到了呗，我也开始说话拐弯抹角的呗。都怪王雨辰，干嘛老是阴阳？王雨辰也很阴阳，昨天他那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我也去开个业务，我要去表白前辈，我还去敲门，我要把人家前辈门敲开，哎，亲一口抱一下。哦。好牛哦，好牛哦！周六高考，你周六高考了？他才是阴阳怪气，好好牛，什么好牛？好惨啊！他们就那个蛋，但是他就是很爱阴阳怪气。哦，算了，谨言慎行，谨言慎行。昨天真把我吓死了，可能女人的第六感就是很准吧。他要是看我直播，他一定会说话的。他就是又想我去哄他，他没有说话就代表没看。重庆女人直爱吃鸡，你看看你们重庆女人，你们重庆人把王雨辰踢出重庆籍吧。我又不是重庆人。我前年还在，我去年在二模、三模，我们一月份的二模。那不说了，换个话题。二十下了。我没有，因为你总是在北京。今天要早点休息。下了，先去卸妆洗澡。好牛。别在那里内涵我，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吗？你每次就这个气泡音，你很牛吗？是不是看不起重？我没有看不起重庆女人，我针对她。那那不要。明天见。什么时候气泡音？可能你气泡音惯了。没有发现自己气泡音，好强的这个。今天
人东王。对呀、啊，我当时如鲠在喉，如芒在背，如坐针毡。当时先看分数 ，OK， 特殊对弈是吧？你们觉得很好笑吗？是的。你们觉得很好笑吗？重庆女人做错什么了？说实话，是啊，你们重庆女人又歪。这什么动作？好吓人！不走，那鬼片音乐。直播。我傻了，我傻了。连麦，连一秒钟。搞笑人设，我不是这个人设。没都没上哦。就是这样好吗？没有人设。连没有人设。连。也播了，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播。今天我公演。哦，对，你们今天公演忘了啊！我才回来，我好累呀、啊。哎，也是啊。那个，卖那个东西。嗯。什么？你拍个什么？今天？拍的生写，拍的什么？什么、啊？就是拍的生写呀、啊。穿的什么呀？你管我穿的什么？好陌生，对呀、啊，都很陌生。穿的小吊带，穿的包臀裙。我们要拍吗？我不知道呀。好累呀、啊！今天我还说开业务，开屁的业务。谢谢宝宝送的荧光棒。妈，什么？不要去敲击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啊！要去敲前辈的门吗？好晚了，不礼貌，算了吧。哦，原来是晚了呀。下次一定去。我要下了。你现在就下？我播了很久了，好累呀、啊！我本来马上下了，他们。你怎么你们公演回来的都比我回来的晚啊？对呀、啊，好累。啊，回来的早，说错了。才回来，我今天晚上排舞排到痴呆。陆金婷在我旁边发疯了，排疯了一个。谢谢淘淘送的皇冠，谢谢淘淘。排了几个小时，我已经记不清排了几个小时了。从睡醒了就去排，自己在那里顺这周公演的舞顺完了，晚上排了两首新公演的大歌，排完了然后又过这周公演的歌。我已经感觉我今天像是已经脑子已经吃了晚饭没有。没有，等会儿下播了就去吃。下了，下播了吃，拜拜。挂吧，先挂的是猪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你要不要点一首歌？什么？后挂的是猪，是后挂的是猪，是后挂的是。等得来你。他后挂，不是我先挂，他是猪。哎，谢谢。那边听不清，好吧。给你点。懒得跟他两个呱呱呱的，后挂是先挂，哦，后我说的是后挂的是猪啊，我说的后挂的是猪，那就是我该先挂呀。什么时候学王宇春小调在包子里？那是公司安排的吧？他好像拍的公司的申请，你说好吧，好吧。好笨啊，太愚蠢了。下了，拜拜，二十了。这个 DJ 版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